就随便算了。下个月初，可以啊。下个月，点完就尾牙，也不一定要出啊，中也可以，看看啦。前一两个礼拜，因为瑞克先生剪发完都不会答应。真的要尿你就去尿啊，尿完直接去火锅店，谢谢。不要好了，这个先生，这位先生他叫这个，这个发型师剪发很快又好看。这个真的很干的，我看他剪就知道了。重点，对啊，哇，这个造型不一样哦，从来没过的。有啦。没有啦。他保存不到。造型不一样啊，最新造型。